你只要就是敷个半个小时，就不会再出油了。哦，真的吗？对，跟香会比。是不是？不是。我上次去可以叫他老师。对，因为不错。而且你又不雅观啊，你整天都带着吸油面纸这样贴着。那让其他的人感受不好啊，对不对？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的话，你只能吸掉表面。可是你里面的油还是不断的在冒，你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它，而且你又不雅观啊，你整天都带着吸油面纸这样贴着。那让其他的人感受不好啊，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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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又不雅观
对对对，这样就比较环保，非常的环保。那我们现在开始使用这一款保湿化妆水，保湿加抗油光啊，加冰冰凉凉。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为了要确保它真的能够抗油光，那我们现在要做个实验，这实验怎么做呢？先把就拿出一瓶油出来，这个油好像是收水浮油拿出来的，就我们煮菜用剩的那种，对，这样子炸油条的，就最能够导致我们的肌肤呢发炎长痘痘啊。平常我们做油就是这样子，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好油哦，你平常哦，如果说你这个油光不去掉的话，这个油就会。这种油呢，就是抛掉的油。接下来怎么结果？你原来的气色都好，你看看，油光满面。来碗油饭吧。接下来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粗糙。接下来的结果太多油了，这个油就会氧化，氧化就会发炎，发炎就会造成长痘痘，然后肌肤老化，然后暗沉，暗沉，什么都来，长皱纹，什么都来。哇，你真的好油哦，好油哦。好，现在呢，我们就分一半啊。我们现在这个化妆棉呢，已经沾了这个控油、抗油光的这个冰感保湿水啊。那我们就用在你的脸上，看你会不会觉得冰冰凉凉。冰哦。啊，在用的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是先用这种旋转式的方式，来把这个老废的角轻轻的把老废的角质呢先去除啊，然后再来呢用擦拭的方式呢把多余的油把它擦掉，你看我一擦掉，你看多少，好油，好脏油哦，真的是脏，好脏，好脏啊！除了油，还有老废的角质，我们都去除了。这时候我们就多拍打，甚至呢有些毛孔粗大的部位，容易出油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压一下，对，压一下，我们翻过来翻面，对，记得要翻面哦。它凉到我鼻子都通了。鼻子要通的话，一定按一下这个穴道，叫迎香穴。迎香穴可以按一下。感冒这样子也可以防止脸部浮肿。哦，吸到空气。也可以防止那个黑眼圈。为什么它又能够控油，又有能够保湿呢？这边我就要讲一下它的成分了。其实它这个里面的水呢，不是一般的水，它是一种来自法国西北海岸的一种海洋深层水。那这个海洋深层水呢，它的那个位置是在叫做 Britannia， 就是不列塔尼这个地方，深达22米底下的这种最纯净。不列塔尼，你有去捡海草吗？对，我去捡海草。哦，心梅姐印象好深刻。是啊，我还时常拿那个海草给大家看嘛，对不对？对。后来他就是去那里弄这个水，海洋深层水啊。那这个海洋深层水有什么呢？钙、镁、锌、铜、锰。锌、铜、锰呢，基本上都可以帮助我们肌肤保湿，同时控油，那你就可以保持24小时的干爽，24小时的水嫩。那你看擦完之后有没有差别？有啊，擦歪脸啊。变白皙了，对不对？感觉没那么油，对不对？那紧接着呢，我们马上再擦上这一款。那像这个品牌呢，是1907年开始的一个品牌，那目前已经有104岁了，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护肤品集团啊。它手边上的保养品已经有好几十家哦。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拿的这个保养品呢，真的是最
时间又久，然后他自己又专业，又有自己的实验室。那这一款呢，它的质地呢，在夏天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冰冰凉凉，玉梨哦，非常清爽，像果冻的感觉。然后呢，它里头呢最大的这个特点呢，除了我们先擦再说啊，我们先擦上去，很凉。很舒服，对不对？超舒服的。它还添加了这个钙镁锌铜铜啊，而且这个锌我要特别讲一下，它这个锌呢，它有特别经过花岗岩去淬炼过，就是纯化过，所以出来的结果呢，它的锌呢是八倍于海洋深层水的浓度，所以呢，这里面含有的锌的浓度是八倍。那为什么要特别提锌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控油的这个成分，所以说擦了这个之后呢，它的控油效果是加倍的，因为原来那个锌也是锌，这个锌呢它八倍的锌，所以它更延长了这个出油的这个情形。那另外呢，它有一个更神秘的武器在哪里呢？它这里头呢有数千上万个小小小小你眼睛看不到的像海绵一样的结构，我们叫做微海绵体啊。那这个微海绵体呢，它在肌肤上头呢，它会跑到哪里去呢？它其实呢哪也不去，它就在你肌肤平均的表面分布着，然后分布之后呢，它就会扮演一个角色啊，去吸除可能这时候跑出来多一点油，吸掉吸掉。让我们看一下，你脸已经歪了，脸已经歪，眼睛变大，大歪耶，眉毛拉高，吸油面子的嘴巴也歪，有没有？而且它还没有干哦，所以它粘在上面哦。这只是湿，但是它有没有吸到油？没有，完全没有油，不适合它的。对。